我觉得 Monster Lab 是一个大家可以带自己的工作、带自己的书来读的地方。那因为一群对 Monster 有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就可以就除了我们就是平常生活中遇到的东西可以互相讨论以外，那我们如果有时候有些 Monster 的东西，就是你想做什么，或者说你想要找点事情来做，那你就可以跟别人问或跟大家讨论，那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崭新的想法。那就会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专案，或者说各种东西。那你也可以说对 Monster 的产品，比如说 Firefox 有些想法，然后你想要做什么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跑过来跟大家讨论。那我觉得 Monster Lab 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。